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好，快出嚟，快出嚟。啊，跟住呢度派出嚟啊，张仁绵，唔该。呢度唔该。仲有呢边唔该。仲有中间 ，Billy 唔系呢边。我俾多次呢度，呢度。我中间嘅媒体朋友啊，仲有。呢度呢度。我两张呢度呢度，你走埋。好，跟住呢边唔该。右边嘅。Hello， 今日是第一次跟古山一起出活動？哇，是啊！我剛才是站在古山隔離，是不夠膽唞氣啊，即係有一種哇，好像見到神的感覺。即係因為真係以前看過很多古山的作品，咁突然之間咁近望到，雖然之前都有見過嘅，咁但係真係第一次出event咁近距離望住古山啦，覺得好神奇咯。有冇諗到第一句同佢講咩啊？姑生你好我的第一句是姑生你好，沒有，跟住不夠膽講嘢了，已經是。即是連自我介紹都沒有再說。是啊，沒有，是啊。你們之前沒有見過的，有見過的其實，但是沒有真的聊天，有打過招呼咯，是啊，之前有，跟Mira一起的時候都有。梗係合作一套戲啦，咁咧梗係同古山學習啦，因為真係我覺得古山做演員咁多年，一定有好多經驗啦。我其實我喺演戲方面真係冇乜經驗，咁所以一定係想同古山學戲啦。會唔會想拍啲咩戲啊？咩都得噶啦，其實係啊，即係古山肯同我拍都得噶啦。就快生日啦！早前 fans 級都同你搞生日會，有冇啲 surprise 俾到你啊？有，梗係有啦，因為其實係隔咗好多年再辦一個生日會嘅。咁之前因為疫情啦，咁所以一路都冇機會真係咁近距離同大家一齊玩生日會啦。咁去到前一排就真係同大家見面係。嗰、那個人數又係同第一次開嘅時候又多咗好多啦，跟住大家 feel 到大家嘅愛又多咗好多啦，咁所以係好感動嘅咯。南王係，我覺得佢哋係一起玩 game 嗰時佢哋好 Q 啊，因為我哋一起玩咗啲小遊戲啦 ，fans 級準備咗啲小遊戲，跟住佢哋係哎呀輸咗啊，因為贏咗先可以上台同我有啲嘅互動咁樣，咁所以係見到佢哋輸咗佢，哎呀，好似我係咪應該唔應該俾佢哋輸咧？但係冇辦法，我又只可以揀其中幾位出嚟喎，咁所以係希望可以同到大家都有一啲嘅互動咯。係，咁唔係，咁三個願望有咁多，咁梗係俾兩個佢哋啦。因為其實生日其實唔係淨係慶祝一次噶嘛，咁所以生日願望有好多嘅。咁第三個生日願望係咪唔可以透露㗎？第三個生日願望係啲人話係唔可以講出嚟㗎嘛，係嘛？講出嚟就唔靚，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依家已經係一路都向住嗰個方向發展嘅，咁所以我覺得會實現嘅。同 Unicorns 都有關嘅啦，開 show 梗係上啦，因為我覺得係我諗大家真係即係我自己已經係對上一次開 solo show 已經係上年啦，咁經過今年一年嘅唔同嘅歷練之後，我覺得下年如果真係有機會嘅話，我都好希望將一個更加好嘅 Jeremy 呈現俾大家啦，咁都睇下有冇機會啦，係咯。另外，除咗生日會，有個生日節啦，係。會啊，會想落去打卡嘅，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年fans 級準備嘅生日展覽都係好俾心機噶啦，今次都係一個哇，好似魔法世界咁樣嘅一個感覺，咁所以係都想落去打卡嘅。唔係，即係我收到呢、這個即係要求嘅時候，我要點樣講呢？咁所以我就純粹係即係覺得係以一個温柔嘅角色講出嚟就得啦。呢一句最難啊，最大挑戰。冇啊，句句都好大挑戰啊，即係好好肉麻啲嘢。咁所以係係咯。你紅到面曬喎，一講。係啊，唔係即係平時好少講呢啲嘢嘛，咁所以係。
我希望他們不會起雞皮啦。會不會自己不敢聽翻？我冇啊，到依家冇聽翻過噶。係啊，我錄完一次我就直接 send 俾佢哋，我不會再聽噶啦。我希望他們 mark 了時間給我，希望今次可以齊人。上次就是 Eden 你，因為大家近排，其實近排大家都各自有各自忙，所以就大家時間很難，所以我覺得有約的話大家又有時間一定會出席的。我噏下嘅就大家唔好當真啦，好唔好？我係咪要做一個新嘅潮語？其實我頭先做訪問都有嘅，會唔會太早會唔會撞嘅？驚唔驚撞噶？定係諗第二個啊？第二個咯，即刻諗，你即刻嚟，即刻諗一個得唔得？好HL Eset，可唔可以演繹下呢個係咩意思？好叻，好靚仔，形容 Mira 嘅，唔係形容我，多中你添，形容 Mira 嘅，形容 Mira 嘅，形容古山都得，形容古山都得，形容所有 artist 都得㗎。咁另外有個啦，就係話即係903好彩就今年會辦啦，即係另一個張仁甫咧就話我有信心落場係甩甩嘅啦，你自己諗住今年會落場幾耐？我希望我掂到個波先啦，唔係我真係對於籃球啊運動呢啲嘢其實我好少，但係即係我玩得多，以前細個最多係玩排球多啲嘅，咁所以去到真係就之前去玩籃球賽都係我都係我希望掂到個波已經好叻噶啦，即係我冇阻住人哋已經好叻噶啦，唔好成為障礙，係唔好成為障礙物。但之前有幫阿謝老師辦，係啊係啊，睇開眼㗎。是啊，哎呀，今晚都仲有一集的，真的很大的挑戰，尤其是阿鄭又好好地想了一個，就是我去做經理人去 out job 啦。其實說緊我平時都不是很懂 out job， 我對著剛才對著老闆我都是 Hello 我是 Jeremy 你好啊，即我都是一個不知道怎樣說不知道說什麼的狀態，所以 是一個挑戰來的，但是我都學到一些東西的，學到如何 out job 啦，就係我頭先，我陣間就捉住老闆再，係跟住就再捉住老唔係捉住古山，係啊，你而家直直視大家嚇，你練下啲咩技巧？唔得啦，唔得唔得唔得，我好驚古山嚇，所以我都保持唔講嘢嘅形象算啦。要阿鄭有借有還，即係可能邀請 talk show 嚟去做翻嘉賓。佢個 talk show 去做翻嘉賓，我如果佢邀請我，一定去㗎。睇下佢邀唔邀請我咯。係啊，即係我覺得佢第一個 talk show 我都好想做佢嘉賓嘅。即係你都會睇嘅。會。數字貴。睇書睇。梗係啦，睇數字貴。唔係，即係我覺得睇多啲 show 對自己都有幫助嘅。正日未有決定。想下啦，都未到，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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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下大家夾唔夾到時間咯，但係都應該可以嘅，我估。大家收工之後可以食個飯咁樣咯，食燒雞，食燒肉啦，唔好食燒雞啦，都係燒嘅。一齊打羽毛球。一齊打羽毛球？哇！羽毛球我諗花姐年紀唔係。即係阿 Min 係太激烈啦，羽毛球我哋係咯，喺屋企燒下肉就算啦。但你係 OK 嘅打羽毛球？我唔識打羽毛球噶，我真係唔識打羽毛球噶。有冇打過我都冇喎，即係以前翻學嘅時候有 PE 堂啊玩過一下咯。好。想問咧上次睇 show 嘅，即係聽阿張MC 唱完咧，呢啲咩？哇！嗌咗出嚟尖叫喎，直接哇！跟住即刻攞部手機出嚟咯，咁啊係好開心佢哋揀呢隻歌嘅。咁其實阿 J 其實事先都有同我講話，佢其實有諗住揀呢首歌，跟住後屘佢都話係好後期先決定揀呢隻歌。咁真係喺人哋喺現場聽人哋唱自己首歌係好神奇的一種感覺咯，即係啊我都好想上台同佢哋困歌咁嘅感覺係。好，多謝。